视频中，浙江电视台某节目中，主持人比赛吃棉花糖时，男主持比赛前曾夸下海口，说自己吃棉花糖超快。可是当真正比赛时，男主持才刚张嘴，女主持安琪瞬间就把棉花糖消灭掉了，还一本正经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网友看后调侃，真是吃东西也比不过人家，棉花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死了。来，观众给咱们加加油啊，看谁吃得快，好不好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